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耳朵下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腮腺，那么呢这个底下呢还有一些神经啊，包括像我们面神经啊，还有其他的感觉神经啊，都从这个耳下部，就是所说的这个耳根部这样的一些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啊，那么要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检查，包括了这个耳道的检查和腮腺的检查，还有了这个神经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，来判断它疼痛的这个原因。如果要查清楚就是神经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，可以局部呢进行包括像封闭啊这样的一些，如果要是感染，特别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疼痛，那要进行病毒感染方面的这个治疗。如果要是这个腮腺引起的这样的问题，那要进行腮腺方面的处理了。